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Yeah, going down, down, turn the body. Lay up. 累就对了，一步打四个脚，向后跳。 偷鸡踩我这个地方，坐挺好，这个坐的不错啊，这个坐的不错，这个坐的不错啊，坐的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出step啊，turn, good. 很顺。No. Two step. Yes. 再下一点，那个 four corner 向后跳啊，往后跳，往后跳 ，yes， 往后跳，往后跳。 往后跳多一点 ，Yes, that's right。啊，跳多一点就出来，很好。记住啊，每次要向后跳啊，四个脚的。向后跳，向后跳，漂亮。向后跳，向后跳，很好。 向后跳，下去，对了，非常，你一定要往后跳才能向前，有时候你太着急了，不往后跳。来，How are you？ 一步的啊，一步的啊，可是我随便扔啊，你要跟着我球走啊，一步的啊，向前的。One, on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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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。 One, 不错，挺好的。来，这次要快，这回正经的，没有 fix 的啊。这个就是要你的，把刚才练的全部用在真正实践上了。快点。 不错，好多了哟。这个就有骗你的吗<笑> ？OK 啊，现在我要给你的步伐做快点，怎么过啊？你上去了以后啊，你是很小的步向后，你看看咋了？这下面你要接两步，接一步都可以，看你推多远。啪，你可以啊。
也可以接两步的，唯一要求是你打完了以后，这个你不可以大步的慢慢，因为这个球很快，你看，你要练这个，啪，然后马上冲这个接，啊，低头小步快向后啊，你这个整个的速度就起来了。漂亮，你的时间没跟上我时间，你要等我，你要等我的，你的小步的时候你要看对手，啊，跟我啊，看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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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个步伐起来，你看你的手突然那个步伐就能出来了。这个你就快了，啊，这个是非常累，但你非常快，就特别紧张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球很平衡，对方会回来很快，所以你要准备很充分。你那个跳得很高，你慢慢这个球你打得比较平，啊，你就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你的步伐是突然的啊，快，这快，哎，你没跳，跳。跳，小步，这累不累？但是你在场上就感觉你特别快，这个你看那个场上的移动很积极，他只脚一直在动，你动的越快啊，你的启动越快，但是要体力啊，这你能练到这个嚓，你能，所以我平常我们练很多训练练小步嘛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很多项目都是练那种小步的，因为这大步啊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来球了不行了，可是我从这边到这边是四小步，那我 anytime 我 can stop， 如果这个时候你来球了，你时间就慢了一点了，可是我小步呢 anytime 我 can stop can pick up， 它就比那个快。你看这个，你看一我走这时候已经来球了不了，如果我走到这时候我随时可以启动，但是非常非常累，非常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非常，但你感觉，好像在100米 sprinting 的那种感觉来的，你就找到刚才那种感觉。但是那个时候你感觉，那脚啊，你能感觉那脚突然一启动的感觉，擦，你能感觉那个突然的东西，啊，这个你整体的你在场上移动哇，就很快，咋就？看到有人在这场很快的啊，那日本人他很快，他是。他一直靠小步，一大步他分成四小步，你说他快不快？快，对呀、啊。但是他四小步，他 anytime 他可以 pick up。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，再感觉一下，找找感觉。低头，太大步了啊，这就慢了啊。低头，炸，没往后跳啊。跳，跳，跳，小步，炸，跳，小步，这，小步，小步，这快呀！你小步的时候你快，你整体的速度就起来了，哈，累当然是累了。但是你大步的时候都轻松啊。